Hello， 我现在准备做一个肉末炖土豆，然后这是所有宝宝应该都会喜欢吃的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啊，很简单啊，准备了那个肉末，昨天晚上就已经弄好了，还有那个土豆、胡萝卜，那这个是我给宝宝做饭经常都会准备的这个虾米，有事没事就会撒一点。现在是切蒜。可以啊。把蒜切了，每个菜都应该用得了蒜的啊，用一些那个蒜把它爆香一点。接下来下土豆、胡萝卜，放一点水进去焖一焖，这里放点宝宝的盐，还一点宝宝的酱油，宝宝酱油，放一点点糖，焖一下，等待的时候就是我臭美的时候。起锅了，加点葱，最后再加一点。香喷喷的肉末炖土豆还有胡萝卜已经做好了，这个菜单吃也很好吃，然后淋在饭上也很好吃，做起来吧。